비가 나왔습니다. TWICE 2021年末缺席各大颁奖典礼，专心准备演唱会。在结束开唱行程后，成员也获得新年休假机会。许久没有现身媒体前，25日子瑜被捕捉到走入韩国入境大厅。他穿着黑衣黑帽，一个人推着行李推车，上面还有三大箱行李。在媒体热情招呼下，子瑜也不停点头挥手示意。子瑜这趟返台行程事前没有曝光，直到25日回到韩国，才被证实了他的返乡充电之旅。안녕하세요준씨손한번만들어줘요고마워요준씨보고싶었어요여기하트예준씨휴가잘보냈어요자우리는여기서잘가세요수고했어요손한번흔들어줘요자잘가요